今天是2016年的9月11号，礼拜天，现在是下午的3:14。我们现在来到那个远雄海洋公园，来乘坐一下。目前最精彩的叫做海盗船，出发喽！来拍一张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再来，请全程做好前方的安全感，来，并且照顾好你身边的小朋友。他们列车结束的出发喽。好了，安全感要开启了，小心双手。拜拜。